就现在我觉得就是短视频应该去破开整个的流量圈嘛，因为现在老是那个样，天天每日一答寄养啊，是吧？这了那了的，就是咱们想一想，怎么样给他弄一弄，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在拍这些视频。鹏哥，你觉得该怎么弄？然后呢，就是连下来，我看了很多娱乐主播一样，借这个娱乐而带货，尤其拍大的时候，我觉得是挺好的，就原来看挺有意思，然娱后乐，家也能买，其实那个刷礼物的那时候就能买上咱要的东西，那个就不你要走娱乐路线，鹏哥呢？我看的他们喜欢就是看个故事，你喜欢走那种剧对情呀、节的那种故事路线，对呀、你说呢？我觉得卖场路线嘛，你说就以卖货为目的的那种去卖拍，场嘛。卖场。那说到这儿，花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好了，我是老花一，眼花就在一，希望能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意见和建议，拜了。嗨，嘿嘿，嘿嘿。